手画饼，我会发着光发着光，陪伴在陪伴在身旁，望着你扬起风帆，面对大风大浪。问你啊，我们如果三个人都要给你买，除了这家你要卖给谁？无言代表流量，心情都爱较快活，敢会记得咱目睭蛇，一定达成咱的美梦。一开始是偷走我的心，煞不知是欺人我的情。你雄雄出现伫我面前，我心内起大风大浪。啊，咱找着一个城市，永远落袂停的雨水。亲像一出拖把的戏，亲像人生，像我的人生，已经无法度，无法度来过生活，请你一定爱常常来提醒我，唔通沉溺过去的繁华。酒醉一定达成咱的美梦，一开始是偷走我的心，我煞不知是欺人我的情。你雄雄出现伫我面前，我心内起大风大浪啊！咱找着一个城市，永远落袂停的雨水，亲像一出拖把的戏，亲像人生，像我的人生。无法度，无法度来过生活，请你一定爱常常来提醒我，唔通沉溺过去的繁华。为生命，为你啊，为心爱的人，走从甲畏寒，甘愿继续打拼。为生命。严艺老师，你给要嘛早一点的，啊，他自己跑出来，全部都听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 A 等，历史建中的同学，还有高材生，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学业成绩已经那么繁忙，还能够有创作出来，这已经代表他心中对音乐的这一份热爱。来，你第一个。直接很早就给票，原因应该就是因为一唱台语歌，哎，就基本分了，买了。台语就先60分啊，真的哦。啊，但是3000块啊哦，你直接要开价3000块，不是我要搞咩？要招生啊？嘿，你要付3000块，好不好？来报名啊！加九万台语，来招生的。家里面的父母亲都讲闽南语吗？有啊。拢讲台语的对吧？阿公阿妈拢讲台语，所以你不是台北人吗？是，我是台北人。但是跟爸爸妈妈讲国语，耳濡目染。像刚刚老师说的，就是我觉得台语还是需要我们这些就是新世代的人去继续传承，对，继续讲。这只是三位老师，他心里面更在乎的一个人，熊仔。哎呦，认真听完他的音乐，他觉得呢人生这样就够了。
没有，他是说这个是很深刻的印象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建中的校园演唱会，然后我就跑去问他说可不可以听我的歌，然后他就很认真，那首歌差不多三分钟，然后他把那三分钟都听完，然后也给我一些制作上的建议，这样，因为我歌是我自己写。当时是在你们建中的演唱校园演唱会的后面嘛，这个他听你的歌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听完。你应该是这个，你应该是那个主办的那个吗？许常德老师，你不买。对啊，终于我原因一定要问你，一定要招生演会给你买的东西的人的理由都不用听，哎，哦对，要听那个不买你的，不买的才比较重要啊。对，我想你这首歌叫《博远代爸》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在想说，其实他博远代爸会跟哪一句连接在一起？博远，因为如果你能连接出来，让我想到另外一句哦，你这歌里面的一句哦，来点醒这个主题哦，我就觉得我有中。哦，最重要是连接。确实哦，博远代爸，然后他跟这个歌里面跟博远代爸没有什么特别关系，就突然跳出那个主题，就是好有大概有点到一些东西，但是跟博远。跟代爸不一定没有骚动，隔靴搔痒，这种事情好像在台南也可以发生呢。哦，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来来来，啊，这位同学，我想要给你一个建议。你写台语歌真好，但是你唱歌你的迄个腔、甲你的音，其实听起来是多音。就是说导音，对，没错，其实里面呢有很多地方都反了，对，或者不是很 OK。你看像那 B 榜那个有没有那个梦，还有最后高亢的莫言的台北，那曲完全是很扭的。其实你去回想一下，台湾的经典的台语歌是。其实他唱的跟念的几乎差不多。对，你听啊，对，你口譬如讲金包银，金包银。把人的性命是空金个包。什么？你包什么？包银嘛，金包银。所以一唱起来跟念起来其实是拢差不多。刚才你念歌的啦，有些变成我没有去思索了。是是是，你愿意这样创作，我们已经很感谢了，非常真的。好，两位老师，你们要用多少钱？买一下来这首歌，请举牌。啊，还是哦，军董还是说不买的，还是不买？就是五千呐，为什么？就是可以连编曲一起买嘛，因为其他 demo 都是可能哦，都一整包的，就看他有没有想要一起，就连编曲，然后整个去卖给别人。就是如果是现在这首歌的状况的话，我觉得 OK， 这给你建议哦，其实已经很赞了，年轻人那鼓励，加油加油 ，Aiden， 好，好，来来，黄建奇来。在约好见面的街道，一瞬你只想我颤抖的微笑，送上温暖的拥抱。花言巧语我不太擅长，这但愿意为你分担悲伤，让你倚着肩膀聊一聊日常。当你累了，被生活折腾，记得身后还有避风港呢，我不会让你置身在无止境的夜晚，我会发着光发着光，陪伴在身旁，望着你扬起风帆，面对大风大浪，我会发着光发着光，指明你方向，也像路灯一样，成为你的臂膀。呼，被时间吸干了些或者掏心掏肺，那天你无厘头的责备，却都能够理解。你说是喜欢我，从不再不追，就笑着安慰你，心情平复了就好。不管你对我开了天大的玩笑，我依然会温柔呵护你，在你那么脆弱，今后要一起度过。我不会让你置身在无止境的夜晚，我会发着光发着光，陪伴在身旁，望着你扬起风帆，面对大风大浪，我会发着光发着光，指明你方向，也像路灯。
着光，发着光，陪伴在，陪伴在身旁。卖矿鸟，全部都买哎！哎，师大附中还没毕业，全买，已经刚毕业了，刚毕业，刚毕业，三个老师，我想要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就是请打中线哥、汉典哥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三位评审老师，还有电视，还有观众们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客气，太客气了，对对，很有礼貌了，礼多必有诈，是是是，怪怪的，他怪怪的，得了，没有，因为三个老师给他按了要买，所以他自信心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，主要就是给年轻人一些鼓励。对，老师，你来说说看他这个歌，他用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主题，大家很有共鸣的主题去做包装。嘿，其实他这个歌真正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让你落单。嗯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句话他很漏，但这句话这么讲，好像人家也讲过了。所以他用发着光，发着光。我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歌哦，如果你给别人唱哦。没有那么有力量，但是给一个高中生刚毕业，他唱这歌就有一种清纯的力量灌上去。但是这个作品哦，其实有一些我给你一个建议，请说。而且这是很重要的句子，像路灯一样，我做你的背膀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是为你发着光，为你的背膀，好，为你发着光。我觉得像路灯一样哦，你不能接下来是那么直白的。叙述，你不能把路灯看成路灯，这样没有办法变成结尾重要的句子。你要想说，在黑暗中哦，其实路灯是什么？就是一口氧气呢。因为他要一路走下去，路灯不会只有一盏，是要一路走下去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每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就像沉下去以后，有个路灯让你喘一口气，再呼吸一下，一呼吸就有一个明亮的亮灯起来，所以你要给他这种心灵的连结，哎，很美耶，这样这就会有一个，就不是在写一个景哦，你已经写到一个哲学层次，这是被照亮的人的心情，所以你看路灯，我要像路灯一样充满你的全部，或是什么，有更多了，他因为他终究年纪还很轻呐，对，这是什么歌啊？这跟这一首有什么关系？这有什么关系？路边嘛，哦，路边，路边一棵榕树，路边什么路灯？还有榕树，哎，来，除了路灯，怎么样？什么啦？这个拍子其实不好唱，然后它的音域也不够广，就是尤其它高音的地方，我们有欣赏到一些危险边缘，稍微了，稍微，稍微，对，但是整体来讲。我觉得很不错哦，谢谢。来演绎演绎。我觉得听过一遍歌，然后能够记住副歌的某些部分，就是发着光，发着光就记起来，对，就记住了。有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多少钱要买？三二一，举牌。擅长价，我25000。哎呦，几百块？结果，好，我问你啊，我们如果三个人都要跟你买，除了这家，你要卖给谁？哎呦，哇，好拿翘的问法。哇塞！因为每个新人都会遇到有一这样的时候，他是个高中生哎，对，这好逼哦，太棒的问题了哇！一个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全都要，全都不是你只能卖给一个人呐，卖给一个人啊？谁？当然是卖贵的，买贵的，一定是华，一定是军董。其实演艺的正常价也是100。他不好意思写，不好意思写，他不好意思那么低啊。好，来，我告诉你哦，好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啊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会写100元？哦，因为我就是要吸引你注意。哦，你哎呦，为什么勾什么勾？我让你买谁，以后都会想念我。哎呦，好烂哦你！因为我一定是我对你有特别有感觉，我才会出绝招，不是吗？你这样婚姻会幸福吗？拜托，在那里为什么婚姻哪有幸福？你欲擒故纵，你看他婚姻哪有幸福的，对不对？两性专家，而且还写出这么多旷世的诗歌，旷世巨作，好不容易举了，然后才100块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不算了，不算了，好，先回去做，谢谢，谢谢。